你们可能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吧。小动物在第一次值不到，值第二次了，第一次扫不到，扫第二次都扫得到了。为什么他是什么？他是来的员工吗？那你为什么专家呢？家人这边？我没讲代志，孩子。我没讲代志，我无什么意思。哎，阮这只狗有出问题，啊，所以阮这直接来讲，直接来处理。我无叫伊徛伫度的，要坐落伊遐讲嘛不要紧。我的狗抓起来就要被安乐死了，我要扫晶片，我要来跟他理论，不可以吗？请问你是哪一位？我是他的朋友。你朋友没有，那你坐着没关系。我的狗为什么抓起来没有扫晶片就要给安乐死？政府提倡爱扫晶片啊，啊扫到爱有人讲，叫我来念的你啊。啊，这个那个，你要不要叫你们的长官过来？不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子的了啦。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，那我为什么要植入晶片？今天如果他没有植入晶片啊，叶医师，你说是不是被你拦掉了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你说他如果没有植入晶片，会，对吗？因为他现在已经有症状。对啊，那我今天没有植入晶片，我就被你们安掉了、啊，连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找都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最基本的两个礼拜。不能这样讲哦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维护其他狗的权益？如果他今天带病传染给别只狗，那怎么办？我今天也是因为这样的出发点啊，我不希望整窝都在死。我知道啦，你们因为上次的二十狗那个案例啦，所以看瘦的赶快回来都全部安乐死啊，你们有没有在管？你们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在那边坐在那边抽烟，啊你们翘着二郎腿，你们的狗有没有绑着？这不是你，这不是你在工作啦。我今天你不是事情，你不是他的主人，你也不是这个单位的人。我是招进来的，你有没有需要吗？啊，你问伊就好啊，你问伊就好啊。我们是动保团体，我知道啊。对啦，我们至少我们百姓可以有需要吧。啊，无啦，阮是咧甲动，阮是咧甲动保处个讲话啦，你唔免问阮啊。我先卖，我们问问阮。我讲你来，我问讲啥啦？你点多安乐死啊？你凭啥物来问阮嘛？你又是话多嘛？你是来问伊啦？你想袂想问伊啊？我讲你想袂想问伊？人家在开会讨论，你插什么嘴啊你？你不会报嘞？我不能关心吗？我有权利回答你。我没有权利，我有权利回答你。你什么啦？你哪哪安尼啦？你到底你有得偌大信息啦？你到底动保多大？你要想办法，来问到代志啦！哎，到代志啦！还举例拄发的啦？你关心谁啊吧？我关心啦，你先讲明嘛，我袂使出啦。我问你回答还是啥物？我做你卖回答啦，卖差皮啦，卖差皮啦，啊！伊就伫边讲差皮要带啊！你赶快讲，你帮他们讲话快一点啦！帮他们讲啊，没关系啦。你被动保太嚣张了啦！你被动保太嚣张了啦！你被动保太嚣张了啦！好了，没关系啦。你是哪里的里长？哪里？你报你的名字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讲？那就不跟他讲嘛，我的名字报给你没关系。我知道你动保协会理事长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就报你的里长嘛。你既然刚讲出来，你就讲嘛。我是德系里长，我只是要一个公道而已。什么叫公道？什么叫公道？我告别二十没上公道而已。我请问你到底公道没造没啦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报名没申请啊。你其他人动保处处长，你也要赶快去赴会啦。你不是啦，我今仔要出来放屎尿。你的女名起告出来放屎尿无？我遐女的爱安乐死你，我遐女的爱安乐死，我问你一点。我请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卫生你注意？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卫生问题？你有龙哥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政府的。啊，为什么你也袂使领钱呢？啊，我问你袂使领，你搞清楚。会当领，会当领。你搞清楚再讲这话，不然会被笑死了。我没有说他不能抓，你搞清楚。我是说，你讲就龙哥袂使领，袂使领袂。你们搞清楚就好。袂使领，袂当领。我龙哥伊袂使领。你搞清楚他来攻击我的要求是，他被抓我没有意见，我今天要是因为他有植入晶片，啊植入晶片就可以放出来我袂走吗？我问你，啊你无你把你那个基准就是他不管，我得搁讲啊。全世界只有台湾野狗最泛滥呐！全世界只有台湾野狗最泛滥呐！全世界只有台湾野狗最泛滥呐！搞落去啊！落起来嘛！落起来！全世界只有台湾野狗最泛滥。政府的问题啊，是狗的问题啊，迄跟我无关系啦。
即个二十。啊，即要出红啊，不要紧。有够哦，够大。够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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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哦，你比你七七。我爱你，你叫我搞东西，我就就会记得啦。哦，紧紧。抓狗的吗？爱找马英九啦。你找马英九。找马英九，莫有去高山，也搞种关系啦。我找东桥啦，看要找啥，拢不要紧啦。狗啊是人放出来，不是本身人。啊，为什么会使你遐搞呢？跟金片也搞不清楚吧。花条你嘛唔知，动保黄花条，花偌济钱，啥物你都唔知。我唔知，我知道是人。莫再甲伊讲啊，够忝啊。浪费出。你我咧忝，我你咧忝。够忝。你看到田间中迄老伙叫遐到家事的，分公仔分尸的，你有看到无？哎，恁家的代志啦，你即下讲啥啦？你莫开讲。即下无咧甲你讲话，你咧讲啥啦？啊，即边去啥话？到家事，迄去找警察啦。结束无讲啊，结束无讲，莫沟通啦。迄度啊，你若不会安怎？你即下去啥话啦？你莫插伊啦，你莫插伊啦。你有权利走吗？这公务单位谁那无权利走？你家己来的呢？你妨碍公务呢？你妨碍公务呢？你妨碍公务呢？你知不知道？我谁妨碍公务？我没人家告啥物叫做妨碍公务。你做你甲扣上，你紧嘞啦，紧你做你甲扣上，好，紧嘞，紧嘞。有监视器的，人来讲代志，无你的代志。我唔是爱乱代志，我是听人阿伯讲，你做这样乱。不是因报，咱李家讲代志要好好讲，这个李长雄用走出来，要拿比赛，要拿比赛啊！你讲靠水准了无？什么叫拿比赛？你做你市长就无水准，无水准呢？无看啦。你做你看啦，做你入啦。我你要注意啦，林科长，我你要注意啦。你顶晚就要来无？到监视器出来帮你录啥话？系啊。你刚刚在。